一百五。네허들도발당하고있단말이야나무인기들이간난것도있어여기야나这里钢筋的地方还是不行，你钢筋不都是说有钢筋的，你调小一点，它一样把你全部挤碎的。压力调小一点是吧？啊，压力调小一点。压力调到它碎的可以，就像里面这样碎开的。啊，就外面的，它只在你外面钢筋的。一次距离也小一点是吧？西边，不要下来。行，行。